家好，我是张文琪。圣诞节到了，就先祝大家圣诞节快乐。我的新专辑叫做《幸福希望》，因为这次是关于到圣诞节，所以我里面的主打歌有一首歌是用台语版的方式来诠释的一首圣诞歌。那它特别的地方就是大家都没有台语版没有这样子的方式来诠释这样子的歌曲，所以我们用了一个 idea， 就是大朋友小朋友其实都可以一起献唱的，它没有年龄的限制，而且还可以让小朋友学闽南语，觉得还蛮新鲜的，而且舞又很简单，所以我希望这次的专辑大家都可以喜欢，然后也可以多多支持，然后喜欢文琪，祝大家圣诞节快乐。欢喜来作伙，大人囡仔拢真介意，才好唱几暝。叮叮当，叮叮当，幸福的希望。大家好，我是明日之星的蔡嘉玲，今天非常高兴呢、来这边跟大家见面了。那这过没多久就是圣诞节了，那大家有没有什么规划呢？至于我呢，圣诞节当天如果没有工作的话，我会一起跟朋友一起吃大餐，尤其是吃烤火鸡。那你们呢，如果没有规划的，可以锁定我们明日之星，有我们大家陪伴你哦。快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计划？然后这个是一个跟家人朋友相聚非常好的时刻。那现在虽然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度过这种节日，但是有大家陪着我，我觉得我也是很幸福的。那各位呢，如果有计划要出去玩的话，就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圣诞佳节啦。但是如果没有计划的人呢，没关系，你可以在家准时收看我们的明日之星 Superstar， 有我们这些人气王，还有一些非常好的歌手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圣诞节。圣诞节快乐！叮叮当，叮叮当，幸福的希望，平安米做米的一帮，温暖的心房。大家好，我是许富凯。看我头上的行头就知道什么节庆要来临，就是圣诞节，没有错。以往的圣诞节呢，我就跟朋友出去 KTV 唱歌啊，要不然就去逛街。那如果约朋友的人呢、在圣诞节的话，就可以好好去玩，然后呢，好好度过这个圣诞节。那如果没有约朋友，一个人在家，就好收看我们的明日之星，有我们的歌声陪伴你。那在这边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圣诞佳节快乐。大人囡仔拢真介意，才好唱几。